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研究院的节目现场。现在你收看的是明镜电视啊。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会啊，那么这个我们李洪清先生是长期观察，这个不是观察，他长期收看这个新闻联播。对我来讲，我不完全不可能理喻的一个政治的动作啊，天天收看新闻联播。啊，那么你收看了以后呢，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政治局开会最近讨论了什么样的话题呀？其中听说有一个话题是一对把手，外宣传有一些调整变化，是不是真的？啊，解释这种政治。那倒没有看出来。他最近在讲一把手的问题，在最近中组部又发了几个文，然后都是集中在调一把手。但是我真正看到的，这是政治局开会啊，最近啊，但是呢，其实最近呢挺热闹的是，习主席。前一段五一那段时间休了一段时间假，然后开始呢就给世界各地这个国家领导人打电话，每天打个五六个，我看这个每天都在打，然后呢就慰问，包括什么纳米比亚那个人家总统夫人也得那个新冠了，他也去慰问，什么诸如此类的，全是就是开始在，当然这些国家呢都是这个发展中国家了，所以现在它主要呢，在我想的是，因为外交上的有一些努力吧，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因为现在的形势，我的感觉是这样。另外呢，中央台呢最近连续应该四五天了吧，每天有一段就是要播那个，就是反对美国现在把这个病毒溯源政治化，然后都是还是那一套啊，就是。中生的文章啊，或者是什么国际锐评的文章，现在都集中在说呢，这个美国，这个用政治化溯，疫情溯源，这个都是为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一己之私，然后一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基本上都是这一些东西。当然，感觉，好像战狼是确实最近的战狼稍微少一点。最近的那个什么抗美援朝的那个片子，好像也不太放。最近啊，最近不太放。但是最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新的什么电视剧啊，没有什么太多新的有新意的。因为有时候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会开看一看，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吸引人的东西。这是基本的，现在我看中国的电视是这样。观察不够仔细啊，我们的那不是可能观察的仔细一点，是不是最近对这个战狼外交，甚至对大外宣有一些政策性的调整呢、啊？这我还真没有观察到，说政策性的调整，没有，我没看到，但是好像是话头软了。话筒软了啊，那么这个可爱可什么可的可形信，可信，可可信敬，可爱。啊，那可李红，信，你没注意可到？敬，可爱。那你看那个像张维迎啊，不是张维为这样的这个去讲课，那肯定出来了以后，肯定还是说就是西方衰落，中方崛起嘛，还是这个思路。我想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所以我一直认为，现在像你这个题目当中提的"战狼"，现在变成了"熊猫"。我觉得它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内涵，两张皮，我是这么看。我觉得呢，它呢目的呢都是一个，那就是它现在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只是在不同的时期呢用不同的这个策略。所以前一段时间，像从胡锡那个胡鞍钢时期，那个时候的强国论呢，这个利害国呀，所以那个时候就出现了"战狼"。战狼一、战狼二，那个时候谁都想当战狼，然后什么这个华春莹啊，耿爽啊，个个是战狼。最后呢，又给加入了一个赵立坚，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真的认为，就是该轮到这个中国该说话的时候了，所以要建立这个全球命运共同体嘛，这是一个。后来最后这个经过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个在 Trump 这个。到执政的第三年开始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和随后的这一段时间，这个中美两国的竞争，
欧洲、日本也参加到这个竞争，然后慢慢再加入了美日印澳的这个联合，这些呢都改变了整个的世界的格局。所以现在应该说外交上，我的感觉就是确实是中共中央应该感到的压力重重。另外呢，就是经济上呢，别看现在讲呢一季度 18.3% 的这个经济增长同比，实际上呢这里头呢就是可以讲的事情很多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新意。所以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新疆围绕着新疆这个人权的这个危机，所以呢引起了整个这个西方社会呢对中国的这个商品的抵制，而它呢这个产生的很多的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反抵制，然后呢引起了这个欧洲的这个把这个中欧这个投资协议呢把它暂停，然后呢今天有一个特就是有意思的话题是李克强今天呢跟应该是哪个国家，是越南还是哪个国家的总理通电话，专门强调呢说希望能够尽快的开始实施这个 RCEP， 就是这个协议是15国，就是5国和这个东盟10国达成的这个贸易互惠的这么一个框架结构，能够尽快的实施，推动这个 RCEP 的实行。实际上 RCEP 从签署以后两三个星期以后，中国开始制裁澳大利亚，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参与了推动这个武汉那个所的那个病毒溯源的工作。所以你就想啊，现在应该是感觉呢，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香港、台湾的问题，所以感觉呢，现在应该说外交上呢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我不说它被动，但实际上压力非常大。朋友不多，所以这些呢集中起来，最后呢会集中到现在的这个即将要开的明年要开的这个20大，中共20大，这个呢要延续到这个。习近平决定习近平是不是能够连任第三届，这一点呢，这个会是对他来说是个决定性的一个成败的问题。所以党内呢，应该说所谓政治上呢，应该是暗流涌动，明着的对跟习近平来竞争的是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呢，应该说呢是暗流还是涌动的，否则的话，习近平应该是他如果真的稳操胜券的话，那不是。不会像现在还是很紧张，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的感觉是这样。哦，你这代孩子他担心二十大连任，你不觉着吗？哎，你现在他担心。目前现在在那等笑声有一点阴险，有一等狡诈，有一等嘲弄的味道，你看到没有？在外我觉得这个二十大就是说。应该在习近平这个连任第三任，应该是几乎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人这个怀疑这一点，就是说，认为说里头有什么暗潮汹涌的，大概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在海外的自媒体上面有一些这样子的讲法，那是很零星的了。但一般的认为，就是说，只是。关心他的接班人是不是更明显，接班的次序是不是更明显，还有他这个连任的时候他的整个的部署是怎么样，但对他连任本身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怀疑。这个二十大呢当然是一个关键，但今年呢这个百年庆就是还不到一个月了，只有二十六天就百年庆了，这百年庆本身是一个值得关心的这个焦点，就是说毕竟这是所谓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它怎么样子的庆祝，它这个战狼外交在这个时候找这个张维维来这个跟郑注基上课完了以后，又要说中国的故事要讲好，让中国可信可敬可爱啊，那这一点当然是让人家觉得说这前面这一系列的是一个很强势的中国反驳外面
这个是强势的过头了，尤其是这个所谓的制裁，这个反制裁这一点的话呢，把这个中欧的关系，把欧洲啊，这个右派，本来右派呢是老实讲把这个新疆问题讲成种族灭绝，这个是这种说法在即使在欧洲里头也不是一个主流。可是呢，一旦这个中国的反弹那么强，把这个欧洲的这个议会啊，欧洲议会的议员也拉进去了以后，就使到美国的像布林肯这样子的人的讲法，就是说新疆是一个种族灭绝，这个事情呢就变成了这个中国的反弹，使到中国把欧洲推向了美国啊，就是使到就是说你那个中欧投资贸易投资协定被暂停下来。现在确实是给人的感觉，中国的这个对外的关系啊是比较整体的形势不好啊，就即使是缅甸的问题也是如此了，东南亚的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个在并不是像前一阵子好像东南亚都是在支持中国的比较多啊，那当然了，日本啊跟欧洲啊这些地方啊都是在这个在派军队来了，或者日本是非常的明确的导向这个美国啊。韩国的话呢，这个文在寅到白宫去了以后也是相当的明确的表达了他们在这个对台湾海峡的问题的这些都使到中国的对外关系上都看起来是比较这个受挫折的比较困难比较大。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他们有这个检讨，就是说中国如何把这个自己发展的这个故事讲好，这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他不会整个的改变这个对外的这个宣传的这个完全的口径，但是那个口气变软，这是可以预期的。我觉得对这一点，就是等到一直到持续到明年的二十大，中国可能在这个就是说在对外上头所谓咄咄逼人，就是讲一些很酸的话或者很反弹性很强的，比如说这个五眼联盟要联合起来制裁这个要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他这个赵立坚讲说不但说五个眼睛十个眼睛我都把你们都戳瞎了，那这种话大概会以后会少一点啊。可是你说中国要变成这个在欧美这个被人家形象被人家接受，这个可能性很小，因为真正的原因就是中国崛起，而中国崛起这个事情对西方来讲，尤其对美国来讲，我们在美国我们就知道美国是不能容忍中国崛起的，绝对不会容忍中国变成就是说取代美国，这是不可能。但是另外一方面，这稍微冷静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这个在崛起又是一个不可遏制的，所以他们的所显示出来的那种焦虑啊，就会使到用仇恨的方式来表达。新疆的问题是这样子，这个疫苗的那不是这个疫情的溯源的问题也很明显，这个东西在看在中国人里头，那就是你们看不得中国人起来变成一个世界的这个跟你可以平起平坐的，这一点西方的那种优越感呢，那是根深蒂固。我觉得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因为他们霸权已经西方的白种人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霸权是500年，你要承认这个一个东方亚洲的人起来，他是很难接受的，这一点我们应该要
作为一个东方的人，我们应该自己知道这个种族的这个是一种潜意识的强烈的这个深层的这个心理结构，很难很难改变啊。这个我觉得啊，这个中国习近平说的要什么讲好中国的故事，并不意味着像海外边都这么理解的，他会嘴巴会软，他不会软的，这个软不了，一软了的话他就服输了。在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不会软，而是改变了说话的策略。比如说华盛顿也好，赵立坚在那个在就说在谈到美，比如说西方对美国对中国谴责，比如说这个病毒疫源这个什么病毒来源的这个溯源的问题上，他说你说你找我这个问题，我就说你这个上面你在这个方面的话比我更有问题。比如说你说我是那个病毒是从武汉那个病毒所出来的，我还说你是那个很可能是你美国的病毒所出来的。就是说他就说你找我这个问题，我就找同样在这个方面的你的问题。他就说这样的话就讲了他的故事，就说我并不比你坏，这是他们的策略。现在我看到这每次他们这个在反驳这个西方的这些媒体的话语的时候，都采用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如果说都翻译成英文的话，或者对西方那个媒体或者说那个舆论影响还是有的。我想这至少是他们的一个策略之一了。我不认为他们会在说话上在就比如说你美国谴责他，西方谴责他，他会嘴软，他软了他不行了，他软了的话他在国内不好交代。你这共产党那个就是他国内必须交代。如果国内你如果不唱好，不讲好中国的故事，你国外怎么讲好讲得好？首先国内上我要说我理直气壮，我没有错，真正要有错的是你们。这就是那个他们的战略，而且只是说怎么讲的问题，我怎么讲，怎么能够让他堵住对方的嘴，怎么让对方对我的谴责失去影响力，失去它的作用。一个是对国内的那个老百姓，一个这个媒体，一个是对外和对外。所以你也觉得就是说实际上大卫星和这个战狼都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是方法和策略的改变，是这个意思吗？对对对对对。如果我是那个什么大卫星的话，我就这么干。站在中国的角度，从策略的角度来看。所以你是因为你想这么干，所以你也按照你理解中国是这么干。我们要换位思考。你没有换位，你站在对手的角度上的讲话呀，看待对手，就说站在对手的角那个立场上来看待对手，你才能看清楚他到底要干嘛。那么我们的陶杰先生他就跟大家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就是这个战狼啊，这个方式不要改变，策略不要改变，要一鼓足气啊。王毅就应该学李约和啊。好了，我们听听陶杰先生啊，他是怎么说的？谢谢大家。好，我们再来讲这个中国对外交往方面的。两个系统啊，一个系统是外交啊，一个系统是宣传。但是最近政治局会议上啊，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呀，给大家外界有一个解读的空间，说这个战狼啊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因为战狼搞下去不能说是四面楚歌吧，至少三面楚歌是有的啊，无论是在欧洲啊、美洲啊，甚至亚洲啊、澳洲啊，到处的出现了反弹的声音。凝重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啊，无论是蓬佩奥还是这个布布林肯，最不想打交道的人是谁啊？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你看看在夏威夷的时候啊，蓬佩奥见的是杨洁篪，到阿拉斯加的时候，布林肯呢即使要见的啊就是杨洁篪。后来中国希望王毅参加，那美国就再加上苏利文，再加上一票人。你就想一想，堂堂的一个外交部长，美国都不想跟你打交道，你说这个外交还怎么做？所以习近平好像似乎在这方面有一些警觉。那么大卫逊也是这样啊，
精力花的巨大无比。那么实际上呢，这些大外宣呢，大部分的是资金呢，就不知道扔到哪去了，扔到水里面去了，以为在美国找几个啊这个白人上电视台，就以为呢可以搞了大外宣。那美国的电视台有无数个，人家为什么要看你的？以为呢印一份啊这个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实际上在曼哈顿啊搞了很多的报箱，也没有人去取你这个报纸。那么啊，所以大外宣的失败和啊孔子学院对吧啊，或者是这个 CCTV 在欧洲很多地方都遭到抵制，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啊。这样一等大外宣和战狼啊，是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发展起来了，有一点像土豪一样的，就忍不住啊要出手，结果出手太多，现在似乎是碰到了痛啊。您怎么看的这个问题？您怎么去评价这个大外宣？假如你是中国的宣传部长，您怎么去做这个大外宣？怎么去宣传？首先您不会的，但是我只是假设。首先，我想请问您说，看见这个讲话是真是假的呢？现在有很多这个虚假的消息，公开的报道，公开的啊。我觉得这几年所谓这个“战狼外交”，也就是继承这个叫“亮剑”的精神啊。这个“亮剑”是继承什么？就朱镕基那个时候当总理的时候啊，非常推崇那个电视剧，是不是《水浒传》？那句话叫“该出手时便出手”，是吧？韬光养晦早已经呢啊这个证实啊是过时的。啊，所以呢，就明明你这个亮剑精神才现身出这个战狼外交，怎么说战狼外交跟亮剑是不成功的？我这个不懂。哎，我看到这个阿拉斯加杨洁篪跟那个王毅去舌战这个布林肯跟这个苏利文，全国网民一致叫好啊，说这个是大涨了中华民族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啊，把这个美国国务卿呢跟那个什么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呢就当众怒斥，灰头土脸，好得很。哎，我相信这两个月以前，这些北京朝阳区那些老干部的这个院子里头都是各个坐这个猪凳上，一面看一面拍大腿叫好的，这怎么忽然又说是不好呢？所以我对这个这种讲话的真实性有点的存疑啊。而且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说是东升西降啊，就更应该一鼓作气。既然你都已经展开了这个亮剑啊，这个剑你亮了，这个耍两把又收回去，那么会不会又让这个美国人啊跟这个西方啊更嚣张呢？是不是啊？所以我绝对认为我认为没问题，是不是？那说什么大外宣怎么忽然又说这个没有效果呢？啊，我最近这一大半年我看到的这个美国什么时代周刊啦、纽约时报啊有很多这些美国主流媒体的这个评论文章，对中国的成就都非常的推崇。尤其是很多美国的舆论对中国怎么样这个抗疫关心冠状病毒抗疫的效率啊，都伸大拇指，说美国应该学习啊，这不是大外宣的这个成果吗？怎么会说是忽然是遇到挫折？所以呢，这个我是有一点的啊不解，是不是？我不认为这个孔子学院呢是失败的。因为呢，现在我看见我刚刚就收到一个美国伯克莱大学毕业的这个考古学家啊，他的名字叫丹尼斯·阿特勒斯，在中国叫地质学叫住了35年，最近他就出来啊，说这个什么1989年的这个什么什么天安门呢、啊、什么屠杀了，这个是西方媒体跟中情局捏造出来的啊，这就是西方白人他说这个话很有权威，这不就大外宣呢在发挥效力嘛，是不是啊？也不能够说他哎
是没有效果。我看这个 YouTube 在这个油管上面有很多这种西方的白人呢、啊，现在对中国是真心觉得住在中国很安全，住在北京夜不闭户，至少不会有什么黑人呢、啊、拿这个枪啊或者恐怖分子到处怎么啊去乱扫，是不是？啊，而且在中国呢赚钱呢比在美国容易，是吧？所以呢。这个如果这大外宣是失败的话，我们在这个有这个 YouTube 上面看不到这些白人的啊，这个舆论的。我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的太偏激了吧，是不是？我觉得王毅外长干得好啊，这个鸠山设宴与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就有一点李玉和在宴席上啊这个实战鸠山那个气派，怎么忽然现在又说林湘刚才说是不是形象有问题，这是不是有一点的这种投降主义的苗头呢，是不是？所以呢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都给国家打气啊，这个一鼓作气啊，千万不要动摇，不要软弱，在野兽面前，毛主席说，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懦，是吧？对不对？要有这个底。该出手的时候要多出手啊，这是您的意思。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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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一贯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好，打开民进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民进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 频道名民进火拍，苹果博客名民进火拍音频版，网站 www.minjingnews.com， 推特 @minjingnews， 脸书 facebook.com